科瑞明星队总教练丹东尼法新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 NBA 明星赛今天画下完美句点，詹姆斯队 Team LeBron 以148-145逆转击败科瑞队 Team Stephen。 今年赛况比往年还要激烈，执教科瑞队的火箭教头丹东尼 Mike D'Antoni 赛后开玩笑的说，勇士球员不断抢走他的战术板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。勇士日前对战太阳时，总教练科尔 Seager 在比赛途中把战术板交给球员自己发动战术，引发对方球员不满，也掀起网友热议。而今天科瑞队的总教练丹东尼谈到执教明星球员的感想，他打趣的用了战术板的梗说道，这场比赛很精彩，大家都很认真，勇士的球员一直拿走我的战术板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这番话也引来现场一片笑声。入选科瑞队的勇士球员分别是队长科瑞、 Stephen Curry、 汤普森、 Clay Thompson 和 D.格林 Draymond Green。